看一下这墙板是怎么上的，怎么连接上的。这边这一根，跟它一连接，这边这一个是在下边过来，跟它绕过来的。看好方向。这个墙板，这一根大眼儿是在柱子的这一边，连接杠这一边。那个，把这轴承全部给调好，这四根轴承，调成都没有缝隙了。那个墙板跟那个距离，跟柱子的距离，看到这个缝隙没？调的都是差不多一样大的，都调成一样大的。带板的这一面，墙板带板的这一面是在主机这一面。在这一个小那带眼的这一面，这一个缝隙都跟那边调一样大的。